位在头城镇立图书馆后方的停车场，就是镇公所规划新建镇立幼儿园的用地。原本幼儿园位置设在乌石港区段征收区内，但乌石港迎风面建筑物不易维护，公所决定改到市中心，不但方便家长接送，整体更能连结图书馆资源，给孩子更妥善的照顾。啊，镇立幼儿园在大家期待当中，在顶一礼拜代表会审议当中。要确确实实要甲这個幼儿园吼，刷来咱头城图书馆的后面，安尼一台有啥物好处？尤其就是讲小朋友要接送时阵，咱遮真方便。过来伫遮的时阵会真安全，因为若有啥物问题，会当甲公所真亲近，就会当吼来联系。另外就是讲小朋友3:50下课时阵吼。刷来这个甲小朋友带来吼，咱的图书馆楼卡写功课，爸爸妈妈拢一般拢5:00下班，伊会当5:20、5:30来接小朋友吼，这段时间小朋友会当乖乖伫遐写功课，袂歹啦吼。无过去爸爸妈妈唔知影讲小朋友到底迄个时间要带倒位去吼，还是要叫送来去接吼，所以造成困扰。新建幼儿园预算为1亿3000多万元，新建案必须经过地目变更，并由代表会审议通过预算就可执行。而代表会也决议，公所必须先取得上级机关土地容许使用证明文件才能通过。镇长希望在地方的支持下，让幼儿园新建案尽速在这届任期内完成。所以讲头先你讲说结合着所有民意。甲做上好事情，为着就是要咱头城愈来愈进步，嘛要感谢咱这个里长甲咱这个委员吼，对着头城镇公所的支持甲阮斗相共吼，我想头城镇公所的团队会认真打拼，面对每一个这个事情来做最大的努力。新幼儿园预计开设大中小班共6班，可收托176名幼童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